欣彤，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的《那午报》。今天新闻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武汉肺炎的疫情在非洲，法属的留尼旺岛的民众就很担心说，钻石公主号的问题会不会重演？岛上有居民反映，有一艘载有2000人的太阳公主号游轮靠岸，但没有想到抗议竟然演变成了警民冲突，有民众向这艘游轮直接来丢石头，还焚烧垃圾桶，而远景就向民众来发射催泪弹。详细状况联系给记者雨辰。好，接下来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到台湾这边来。在今天凌晨1点左右，有一名男子车上载着一名女子回家途中，经过了台中市的一个路口，疑似因为左侧来车闯红灯，两车碰撞在一起，这名女子坐在后座受伤，没有办法动弹。消防人员你可以看到在现场立刻把她救出来之后，就把她送到医院治疗。好，另外一个现场是在今天凌晨1点多，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雄末端发生了一起车辆自撞事故，这名驾驶疑似过弯不慎，擦撞到了护栏之后翻覆，驾驶受困在车子里面，警消赶快出动救援。再来看这个救护车跟运钞车的擦撞车祸，两台车就在路口发生了碰撞，但还好当时救护车里面没有病患，两车的人员也都没有受伤。但由于这个运钞车里面装有现金，警方也不敢大意，绷紧了神经了，将运钞车护送到分局之后，再请保全公司另外派车来接驳。我们要直接带你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真的是肆虐了整个南韩。我们先来关注南韩这边政府的最新动作。南韩政府这边直接在今天有一个最新的宣布，就是他们所有部门都是呈现24小时的戒备状态。最主要是因为现在南韩的状况已经完全失控了，而现在他们大规模的感染的源头都跟新天地的教会有关。没有想到最近又传出说，有一名去过教会已经确诊的男子，他无畏疫情扩散的风险跑去看球赛。这名男子是2月19号去看的球赛，而他在2月26号的时候确诊了。只不过这场球赛，你可以看到现场的照片，有1.7万人，再加上这个水源体育馆那个时候也去查出来说，这名教徒坐的位置是非指定席的座位，再加上他是一席的残疾人士区的旁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并不是指定席的座位。要来追它的源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难，大家要来想象的是，到底谁坐在他的身边，以及在一区这边的人到底有多少，真的是接触的人员很广，但是很难追。而另外我们要来关注的是这名 YouTuber 叫做宋赞阳，他也拍了一个影片要来破解所谓新天地教会的传教手法，他也爆料了一些洗脑内幕。他就在讲说，如果今天如果是信教的人，他就会告诉你，你可以得到一个不死之身，而且你还必须要跟社会还有家庭要断绝所有的往来，只要是反对的人，就算是家人也全部都是撒旦，都是魔鬼。甚至多扯的是，如果你今天不会韩文的话，就不能得永生，也不可以入天国。好，那我们就来关心在南韩这边今天的新增的病例数。在今天他们又新增了477人确诊，全国累计的病例已经逼近了5000个人。不止如此，更传出说他们在庆尚北道当地还爆出了16名护士集体辞职，所以现在在这个重灾区里面的定点医院也出现了一些人力紧绷的问题。而另外也或许是因为现在南韩的状况越来越不好，他们的财政部长侯南基在今天开记者会的时候压力也很大，忍不住有点哽咽，他说希望大家可以坚强，一起挺过难关。肺炎讨论度很高的印度，不是说在印度这边好像是跟他们吃的东西有关系，所以确诊的数字还蛮少的。而印度在昨天也宣布说，他们境内新增了2名感染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而随着确诊的人数来增加，印度的股市也遭到重挫。而除了印度之外，我们还要来关注在欧美这边的最新情况，我们一起来看。提到在印度这边新增了2例，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印度在今天的股市也遭到了重挫。而在印度这边有官员宣称说，如果来做瑜伽的话，是可以预防还有治疗武汉肺炎。而只不过除了印度之外，在中东这边的确诊病例也直接爆冲。
另外我们还要来关注，在台湾这边有个问题必须要来面对，现在在台湾国内有三组群聚感染的源头在追查上面都陷入了焦灼，包括案例24、案例27以及案例34跟35。案例24跟案27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出国史，那他们产生的这个家庭群聚感染，但是这个源头上面案24到底是谁传染给他，以及案27是谁传染给他，这部分大家现在目前都找不到。以及现在另外一个源头找不到的是34跟35，因为34跟35现在爆出了医院群聚感染这个问题嘛，但是到底是34例传给35例还是35例传给34例，疾管署这边现在也都还在追查当中。只不过专家也表示，现在全世界都会进入感染源不明的这个状态，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加上我们之前不断提到的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真的是非常狡猾，甚至有医生直接形容他是最伟大的伪装者。为什么？大家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没有症状的感染者。你是一个完全没有症状的状况下，你也不知道自己得了武汉肺炎，但是你在跟其他人接触的状况下，你就会传染给其他人。甚至因为他的很多状况都跟一般感冒或者是急性肠胃炎以及急性咽喉炎或是急性气管炎以及流感都很像，所以会让大家这个警觉性会降低。我们就来看看在台湾这边的最新状况。好，台湾有一团11个人到以色列旅游的旅行团，因为跟一名以色列确诊患者搭了同一班飞机，因此在入境以色列的时候就被通知要求全团提早结束行程。其中还有名女子，她回到台湾之后还出现了呼吸道的症状，被救护车来后送隔离裁检，现在就怀疑说传染者疑似就是有一名曾经搭过钻石公主号的以色列男子，他在船上确诊的。而在日本接受治疗康复之后搭机回国的班机上就有一团台湾旅游团。好，说到这个钻石公主号，大家第一时间或许会想到的就是台籍魔术师陈日升。他当时被受困在钻石公主号上面的时候，就常常在脸书上面分享船上的状况。他从2月21号坐上返台包机之后，他2号得知全数的船员已经下船，其实他的情绪蛮激动的。甚至他现在在脸书上面分享的是，他蛮感谢钻石公主号，因为钻石公主号买单了2500名乘客的旅费，而且他也跟大家讲说，在钻石公主号上面的船长非常的暖。好，只不过武汉肺炎的疫情现在也让这个中国籍人士享有台湾健保的议题浮上台面了。好，现在就要来讨论的是，甚至有人说现在有没有可能出现所谓的黄安条款。我们要来看看的是，我们现在健保一共是有6例，那现在政府有没有可能会增加第7例？这第7例要来针对的是，如果你一年没有在台湾住上183天以上，或者是你提不出收入证明以及你没有缴税记录的人，那你在台湾就算你是台湾人，你可能也没有办法享有健保。那这样子会差在哪边呢？现在我们每一个月缴纳的保费是749块，但如果你是在第7类当中，不论是哪一类，你这个749块有可能就会直接增加到12000块。好，这个部分大家也来关注的是，除了黄安之外，台商也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在居住上面还有没有缴税这方面，或许都会遇到同样的状况。而只不过说到黄安的话，我们还要来关注的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刘乐言。对于这样的黄安条款，他也直接讲说了，这个是被割割招，如果要修的话赶快修。所有的记者把这样的问题拿去问行政院长苏贞昌，他只回答了一句，他是谁呀？修改制度杜绝健保蟑螂，但影响范围广，如何兼顾人权与台湾财政，不让国民成为分母，政府还得好好想想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好，说到行政院长苏贞昌，他今天也到了立法院要来报告武汉肺炎的纾困预算高达了600亿，他们力拼下个礼拜要来三读通过。而苏贞昌今天在立法院报告的时候也说，预计4月初一天口罩的产能可以达到1300万片。但今天除了报告还有立委质询，打头阵的是新科立委陈柏惟，不过看得出来他蛮紧张的。
好，但是说到因为武汉肺炎而频频失分的，还有台北市长柯文哲，他惹出了很多争议。台北市政府现在传出将重整发言体系，除了原有的四位正副发言人之外，还将要找来民众党的发言人林真玉来担任副发言人，以及媒体界的主播陈志涵来接涵自媒体。而发言人周台竹还有副发言人陈冠廷也被质疑说很少对外发言，但是为什么把这个不对的人把他放在这个地方来卡位呢？我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市长都特别提醒大家说，一定要把握今天是最后的好天气，因为从明天开始，不止下雨，还会变很冷。对，而且甚至在礼拜四、礼拜五还有机会降雪，在春天降雪是不是很难得呢？真的。好，立刻把气象时间交给市长。好的，映彤午安，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映彤。好，如果天气冷的时候来一碗这种热乎乎的汤，应该会蛮暖乎的。我们来看看这一家牛肉面，客人都说吃到的肉块就好像在吃牛排一样，因为老板给的肉块又厚又大，一点都不夸张。很多专家都不断地提醒说，只要勤洗手就是自我防疫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当然现在环境清洁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要来看看这一家主导环保清洁剂的业者，创办人廖云根，他在40多岁的时候因为糖尿病的关系，他选择离开了银行业，之后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花了200万买到了二战德国清洁剂的配方，也间接开启了他的清洁剂创业之路。